手游酷玩。嘟嘟嘟嘟，诶，这个广告的发型挺好看的。美发。我要做发型。啊，什么样的？可是你这张照片有正面没有背面呢，我不知道背面该怎么剪呢。你只要剪的前面和照片一样就可以了，背面怎么都行。那我明白喽。一会儿我就变漂亮了。呀呀哟！你瞧，发型。怎么他们都在看我呢？怎么这么滑？难道？该死的理发师！理发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。